好，来我们看一下范例式这一题。好，范例式这一题，题目说呢有两个平面 E1 E2， 然后问你他们两个平面的夹角是多少？来，这个还记得讲过的公式，就很简单嘛，拿写下去就好了。我建议这样做就好了。我建议你是把这个公式写一遍，好就可以了。这样子会啦哦，单区就好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你的 N1 N2 代表就是他们什么东西，他们这个法向量，好，所以就分别是二一，哎，这都写错了，这应该点才对，二一负一，好 ，dot 一负一负一，然后等于这个长度呢，你可以写一下，等于根号四加一加一，好六，好乘上，这个呢是根号三，然后再乘以。cosine 西塔，所以你的 cosine 西塔多少？这就等于根号18分之这个呢，直接乘一下，二减一加一，所以这里是三根号二，那这里就是二 ，OK， 所以答案就三分之根号二，三分之根号二。那还记不记得我讲过的？我说，因为题目是问这个余弦值嘛，对不对？夹角余弦值，你有正的就应该会有负的，因为他们两个是互为补角，对不对？所以答案，你的 cosine 西塔应该要等于正负三分之根号二才对。好，所以答案是正负三分之根号二。好，看一下。